这仗你们打得很顽强啊！哎，要不是吴委员带大部队及时赶到，这次我们游击队怕是要吃大亏了呀。这福建站打得不错啊，六三二奉和红枪会，你们给他来了个一锅会。哎，王玉强，哎，你小子是个福将啊！我啊，哎，我不行。哎，俺先出了。他呀，那小子胆子大得很，敢违抗我的命令，哼，我已经处分了他。 让他继续养吧。哎，潘彦楚，到。潘彦楚，吴委员，这次伏击战有什么收获吗？小时候打兔子，总是把兔子从窝里先轰出来，啊，只是没想到这次兔子野猪一块打了。臭小子，这不是巧了，是你动脑子找到了机会，是你算好了。 夜里啊，这红枪会听到这个村子里有动静，他们不敢靠近。六三凤他们呢跑到山洞口啊，又正好是天亮。哎，无论是六三凤逃跑还是红枪会救援，你们啊都有伏击战可打。对，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嗯，想得好啊！哎，吴委员，啊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你很表扬他，他那尾巴翘得老高高了。<笑>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暂时饶了你，哎。 你还不赶回养马去？你要把马给我养死了，我照样处分你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是。站住！ 你谁啊？去哪儿啊？看你也不是本地人啊！我听说这六裁缝在汉口买了一个漂亮女人当小老婆，就是你吧？ 我是逃出来的，大哥，我一个弱女子在他山里头举目无亲的，无路可走了，求求你了，大哥，放了我走吧，求求你了。你去哪儿啊？让你走了吗？你没听见这满世界都是枪和炮的？这样吧，你跟我走吧，我给你找个地方。 走啊！你还等着六裁缝回来接你呢？那边，去那边。走啊！ 革命了，今天，把你革命了，也算是没白参加革命一回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放了我吧，我跟你无冤无仇啊。无仇无怨，我告诉你，仇大了去了，你去问吴富贵去。
你这个混蛋！我枪毙你！他是咱仇人的小老婆，你同情仇人的小老婆，你算什么革命啊？你还强词夺理！男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！敢！你还理直气壮是吧？ 你看我敢不敢？带走！啊！这不要脸的货色！哼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姑娘，对不起，姑娘，你把衣服穿好，你把衣服穿好啊！你是谁？我是刚才那个人的哥哥，他是我兄弟。 姑娘，我代表我兄弟，代表游击队，我跟你赔礼道歉啊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了。小女，受不起。不是，我们是革命的武装，是人民的子弟，如果做错了事儿，是一定要赔礼道歉的。我兄弟是个粗人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 谢谢你。听口音，你不像是湖北本地人。我本是出生于湖南醴陵，一个贫困农民家庭。自幼被父亲拜到了花果戏班拜师学艺，18岁是出科班，成为汉口名媛。 后来被六财富骗来华安，说是请我来华安唱堂会的，可哪里想到，他竟然用2000块银元买通我老板，逼我为妾。可如今到了这步田地。 我作为一个弱女子，你叫我如何是好？我叫韩先楚，我以前是当地的土地委员，要么，哎，对了，这样吧，那我就以土地委员的身份。 我给你写个字据，让四方农会啊行个方便，啊！哎，你叫个啥？我叫萧凤瞻。萧凤瞻？什么瞻？瞻容的瞻。哦。 赶紧逃命去吧，有了他，路上会方便一点。谢谢大哥。不客气。哎哎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都是应该的，大家都是受苦人。哦，来，拿着，快走吧。 Thank you.
小年妹儿，再给爷唱一个。不唱了，说唱。不唱，不唱就陪老子睡觉去。走走走。放开！干什么？关你屁事儿！哎呦喂！怎么了？他们有枪。滚！站住！把钱留下。臭流氓！行了行了，大伙散了吧啊！都散了都散了吧啊！你咋能撒谎呢？我没撒谎啊。你不说他走了吗？那，哎哎，你干嘛？你别动，你站这儿。小姑娘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举目无亲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。哦，你看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你就别到处乱跑了啊。要么这样吧，你到吴家嘴找一个叫关善初的老先生，正好啊，跟我妹还给你做个伴儿，拿着，好不好？报告，什么事儿？王队长命令你们立即撤收，吴家嘴。好，知道了。快，集合队伍，快点儿。是。快，集合队伍。千万别忘了啊，吴家嘴，关善初老先生就说我让你去的。啊，保重啊。走了啊。不是吴家的姨太太吗？这么晚了，你上我这儿来干什么？关老先生，关老先生，你先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。这是先楚的字啊，我认得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关老先生，我萧凤瞻被卖到吴家，举目无亲，无路可走了。幸好在路上碰上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好心人，把我给救了。关老先生，我知道您是好人，求求您帮帮我，能我在您家暂避一时，求求您了。关老先生。求求你了，孩子，来来来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说话，起来说话，来来。爹，不如我们留下他吧。那好吧。现在啊，家里都就我和儿媳两个人，儿子也出去革命了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住在我这儿，正好跟翠花也做个伴儿。谢谢关老先生和妹妹的大恩大德，谢谢。哎，快起来！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吧。乡亲们，为了进一步扩大苏区红军，为了巩固咱们根据地啊，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要求我们，要在咱们游击队里边选拔一批战斗骨干，来组建中共鄂豫皖红军独立团。从此呢，咱们苏区人民啊。就有了自己的正规军了。母亲来到汉口，我才知道父亲是被韩先楚他们所杀。虽然我知道父亲也杀了别人，理当受到惩罚，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我立志要亲手杀了韩先楚为父亲报仇。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，我和韩先楚之间的仇恨升级演变成了国共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。啊，韩向朝，你身上怎么带这么多东西？吴政委啊，我跟你说个秘密。秘密？
上次打伏击的时候，我留不当。这好小子，这小九九。手里有余粮，心里就慌嘛。先说啊，以前呢，你们是地方武装，现在呢，参加了独立团。这独立团呢，就是正规部队。团长，我部已进驻华安县县城，现已侦察到一小股红军部队在孝感土庙村地带活动，卑职建议。 派先遣营前去剿灭之。是。大哥，团里怎么说？团长同意了。哎，熊二，你的炮兵排最近操练的怎么样了？这十几个兵吧，虽然是差了点，但炮操练的还行，他那得有一定准头。嗯，你。 五彩桑，啊！你们都是我亲自要过来的，好好表现，这一仗打赢了，我给你们升职。大哥，升不升职没关系，只要让我哥俩跟着大哥干就行。哎呀，你看，还是我兄弟会说话吗？传令兵，到，命令部队集合。是，走。是。 哥，哎，怎么样？兄弟，没问题。准备炸开他！哥，咱这回打的是红军的正规部队，不是游击队。咱打的就是正规部队，打游击队有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啊，咱跟大哥打的可是第一仗，咱可不能熊了啊！哥，你放心，我宁肯二，也不能熊。哎，哎，我说你个死眼子，奶奶的骂我你，跟着吴政委，心里不闹鬼。<笑> 算什么？我是说，革命总得有人嘛。比方说，马克思、列宁啊。哎呦，我哪能跟人马克思、列宁比啊？不能比啊！怎么不能比啊？这话不能乱讲啊！人家是革命的导师。我觉得吴先生，你就是我革命的导师。你是个汉奸是吧？哎，吴政委啊，咱们什么时候打正规军？啊，想打正规军了？啊。那说。 斗争是越来越残酷啊，仗势越打越大，打仗是会死人的。你怕死吗？不怕，所以我要打胜仗，我要让敌人先死。好，不错。先说，以后在战场上要学会保护自己啊。是。 战斗准备，是。看样子是红军的正规军啊！啊，老子的炮可以开开荤了。同志们，现在的形势很严峻，这是敌人孤军深入的一个营，他们挺进了醋的非常的快。我是这样，一营到，你们啊在这儿打。是。二营、三营，你们从两侧。 绕到敌人的后面去，往回兜，争取吃掉这个先遣营。哎，执行吧。你们来看。哎呀，看样子他们转移到大刘村了。通知弟兄们，转移阵地。排长，我们刚刚设置好炮阵地啊。哪那么多废话？ 要不要报告连长？报个球！老子的炮声就是向大哥最好的报告。快，是。1931年，也就是美国帝国大厦建成的那年，我率领着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军，跟韩先楚所在的红军独立团，展开了第一次的正面交锋。我完全按照盛希尔军校所学的战法展开了攻击，但却意外的吃了败仗。 韩先楚用他那天才多变、机智灵活、不按常理出牌的打法，把我这个正规军校的高材生学到的战法彻底打乱了。放！你别让部队，别忘了自己。
敌人靠近了再给我打，给我狠狠地打！是。四门迫击炮，12个炮兵，你都看清楚了？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你们看，就在这个小土坡前面的树林里，我让关居州在那儿盯着呢。这个虎骨村啊，三面是水，一面靠山。这个炮兵指挥员是个人才，选择的位置非常好。哎，你有什么办法把他干掉吗？报告政委，我建议咱们兵分两路，一路啊从山包后头给他来个包抄。我带几个人从侧面从沟里翻过去，咱们来一个地沟里抓野猪，两头堵。这个办法好啊！你小子是仗越打越精了，记住，等靠近了再打，他的炮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。是，总连长到，你带着他跟他走，从现在就听他指挥，听他指挥啊！对，听我指挥，走。哎，韩秀川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红军啊，缺乏的就是炮兵经验，即使有了迫击炮，没有懂炮兵的人也没用。炮兵是个人才，你一定想办法给我捉活的回来，懂吗？你的意思是以后让他们给咱们打炮？嗯，放心吧，我一定连人带炮全给你搂回来。好，坐，听我指挥啊！是，慢动。政委啊，一个班长怎么能指挥连长打仗呢？王不能指挥啊！从现在开始，谁跟我打胜仗，谁就做指挥官。好，这一炮打得不错，弟兄们。咱们再给他来点厉害的，齐射，预备，放，好，打得好，光杆脚向左一二五度，冲来，别动，别动啊，别动，等我打死你，把枪放下。
咱们的炮阵地被红军给打了。没想到，两国最先进装备的先进毁在我手。大哥，那二哥怎么办？听天由命吧。敌人部队，撤！撤！快撤！这几天，我们反复给你们宣传红军的俘虏政策。愿意留下来参加红军的，我们一视同仁。听见了吧？听见了。好了，愿意留下来的，到那边换服装。小组转，齐步走。你们两个怎么不过去啊？我听别的长官说过，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发路费回家。长官，你是不是少说一句话？熊二，我早就知道你，国民党炮兵讲武堂毕业，留下来吧，跟我们一块干。我要回家。你我商量商量好不好？路费我不要了，我也要回家。站住！熊二，你要是再不站住，我就枪毙你！你炸死了我们那么多的兄弟，我早就应该枪毙了你。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战场上我们各为其主。来吧，现在我就枪毙你！啊，连长，连长，吴政委不是说过了吗？愿意留下的咱们一视同仁，不愿意留下的想回家的，发路费让人回家嘛。你韩先楚怎么处处显得比我这个连长还有能力呀？嗯，我哪有钱给他们发路费呀？要向上级去申请。你不发我发。熊二，我们红军抬举你，别不识好歹。你不是想走吗？行，不为难你。喏，哼，红军说话算话吧，走吧。记住，下回别让我再抓住你，再抓住你，我就不会让你走了。走啊，韩先楚，你小子哪来的钱？反正不是你孟工头给的，你那点钱还不够我请乡党吃糍粑的呢。这是我姐临走的时候给我的，我到现在没舍得花呢。哦，算你韩先楚有钱，不过你是不是有钱没地花了？什么叫有钱没地花了？我这不是落实红军俘虏政策吗？韩先楚，你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？你给钱能代表组织吗？哎，我说你们两个还让不让我走了？滚滚滚滚滚，你滚！你们这个长官啊，说话太不文明了。滚！哎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？你这玩意儿得还给我吧？你说这个，嗯，你要不要脸呐？你是俘虏，这是我的战利品。啊，有本事你把我俘虏了，你把这个抢回去，现在是我的。熊二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让我再抓住你。不要脸的。欢迎上级分配我们连的起义新兵刘福春同志。到。上级还分配给我们一门迫击炮，就由刘福春操炮。是。好。吴政委奖励我们连12支手枪，组建我们师第一支。
手枪门，这个手枪门就授予韩先楚们。但是韩先楚都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奖惩是要分开，韩先楚还是要紧闭。为什么呀？越级报告不听我的指挥，战场上擅自行动，你不主动检讨自己还问为什么，还挂个望远镜，就你能？这是我自己缴获的，一切缴获要归公。你不听我的话，就是不听党的话。哥，你就检讨一下呗。我不检讨。十二支手枪，一门炮，就是坐班房也知道。关就关呗，关禁闭还不用出公差，还照样有饭吃。你还怎样啊？怎么了？立即执行吧，把他给我关在禁闭。行了，走吧。把枪给我下了。还有望远镜。别给我丢了。飞机过去了，大伙儿检查一下老百姓有没有受伤的，保护一下孩子。好，大家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受伤的。我老孟啊，啊，咱们红旗主力住在这个七里坪，敌人会经常派飞机到这儿轰炸呀。我看啊，要组织部队啊，好好学习啊，好好演练怎样躲避敌机轰炸。必要的时候，要战士们学会用步枪打飞机。是。孟连长，这咱们要学习防空作战了。我们班班长韩先楚那还关禁闭呢。孟凡才，你为什么要关韩先楚的禁闭啊？这是这么回事，这响鼓不是要用重锤敲吗？哎，不是，委员，我跟你说是。去你！韩先楚关哪儿了？委员，我带你去，就在那边呢。哥，别看书了，吴政委来看你了。吴政委，吴政委，大叔，看什么书啊？报告政委，吴王破楚。吴王破楚？是。还有三十六计呢，这我得留下。呵呵，行啊，好像是不简单的啊，开始研究兵法了。这书哪来的？柴火堆里捡的。哎，穆连长，不会是你故意放那儿，让我边关禁闭边学习吧？你别心想了。韩先生，你对你自己的错误反省的怎么样了？啊？报告连长，我深刻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。错误？哼，谈谈你的认识。我觉得孟连长说的对。啊。他说不听他的话，就是不听党的话。什么？是啊，哼，韩先楚，你算是对你自己的错误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解除禁闭了啊。孟发财啊，孟发财，我这个七十三师的党代表都不敢说，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啊。那还是我错了。政委，关他禁闭。嗯。韩先楚啊，韩先楚啊，你这是拿烫马杆烫我呀？我还有关你禁闭的？哼。孟发财，我看你啊，才应该好好的反省反省呢。啊，就是，严肃点。是。你收上话筒。
小子，收手还头。政委让你反省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不，哎，连长，给，我把他给你留下，你好好反省反省吧。春秋战国，这书啊，吴王好看，还背着呢。好酒好菜，给爷端上来。来壶好酒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了，快！来来来，快点，快点快点，先生先，快快快点了，快点快点。哎，吃饭的地儿，别嚷嚷啊！你哪部分的？不认识我啊？不认识。我是先遣营炮兵排排长熊二。哦，你说这我想起来了，我认识你。嗯，你不就被俘的那个吗？来，哥几个看看看看，来，就是那打败仗那个。你说谁？听我们嘛，说就是你。他说谁呢？说你呢。听不明白呀、啊，傻大姐。大哥，四儿，熊二，醒了。大哥，我是梅林，回来再见你们了。那你还回来干嘛？咱们先遣营刚刚打了败仗，大哥在团部好一顿被训斥，啊，回来就摊上你这破事儿。你让大哥都为难，你知道不？以后少给咱们大哥添点麻烦，行不？行了。能回来就好。我的炮没了，望远镜也没了。你回来啊，就说明你信得过大哥。但是，你的炮兵排长没了。啊，没关系，大哥，你不知道，他们要留我。我坚决不同意。我熊二心里想，我就是死，我要见见大哥再死。我相信你啊。我跟团座商量过了，先准备给你一个步兵排的排长当当，明天啊你就去义连报道吧。咱们这一仗啊，损失惨重，人员消耗也大，你这一个排啊，最多也就剩十几个人了，你先干着啊，回头我再给你想办法。哎，二哥，他们就这样把你给放了？啊，他们有个优待俘虏的政策，说愿意留下来的一视同仁，不愿意留下来的发路费回家。哼，都是骗人的。真的？那个长官啊，自掏腰包给了我2块银元，姓韩，听口音吧。大哥，是你们黄安人。黄安人，姓韩，叫什么？叫韩先楚。我说呢，我说怎么点面熟？咱们两个在汉口兵营啊见过他。是那个小子啊，韩先楚。1931年到1932年，我的家乡黄安县的红军如星火燎原。张国焘、徐向前、吴焕先、徐海东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万多人。他们实行外线作战方针，主动出击，发动了商黄战役，对黄安、商黄、苏家埠等地的国军以沉重的打击。那时候
我已经是国民革命军44师中教副参谋长，而我的对手韩先楚还只是红军队伍里一名普通的班长。自商皇战役以后，我们的剿匪大业暂时受到了挫折，所以吕作派我来罗田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跟诸位并肩作战，坚决不能让共匪踏入罗田半步。我宣布，自今日起，罗田要日夜戒备，凡是进出罗田的人，都给我严密的盘查，坚决不能让共匪渗透进罗田。是。从今天开始，将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